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啊，这边啦！开门，开门！哦，我看还用那个什么烟雾攻击，但好像放不攻击，放地图。哪有烟雾攻击啊？哎呀，烟雾打他！你刚刚不是有丢一个白烟吗？这不是我丢的，这是附近自然而有的。不是哦，我觉得我好像到了耶。对。刚刚是他的心脏吧，我觉得他好帅啊，会动哎、欸！啊，走开了，不是，我怎么打得赢啊？一只一只引过来、啊，射陷阱快！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这是孔雀吗？火鸟吧？火鸟过来，你再来逼啊，你就可以飞上天了，快，给你逼啊，快过来！哇，打倒了！还没，还没。等一下呀！装死耶！我用装死之术。哦，他的好弟兄来救他，这个是今年得路的。哎，我掉水里了。哎，他会不会掉到水里？会不会坏掉？他下水，他不敢下水。他不敢下水了耶。所以我躲在水里就算安全吗？嗯，怎么那么死？他不下来啊？因为这个水是给你跳下去保护自己，我也打不了他。我觉得我送你枪先扫描到他啊。为什么要扫描到他？他弱点是冰，他弱点。我刚刚看到一个什么弱点是冰，因为我觉得你待在水里蛮强。金身的弱点是火，他不怕电，难怪电不强。哦哦，你这会减少攻击吗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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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痛。快打、啊！呜呜呜！哎呦，那只，就是那只鸟。哦啊！今天第一死。哟、no ！为什么？哎，你要庆幸，你要庆幸你这一周，你这一周是比较才一次死而已。Machines.Collect blaze from the wilds, and it all flows here, like blood to a heart. Life itself. 好酷啊！他们的生态是一种派出去找机器派出去捡东西，然后再回来做更多的感觉。为什么我觉得你刚刚的视角跟你现在的视角有点不太一样？所以你刚刚没有走正路来啊？你没有发现你好像走的路不太一样？我有啊，所以我现在太好奇我在哪。为什么我刚刚是一种被打很惨的人？虽然你刚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反正这样就过了。对啊，我刚刚到底是在走哪边、啊？当千鸟大师，看看你的厉害。呀，他应该是要……哎，我掉下来了！玩了一个钟头，终于发挥水准，萌萌熊让千鸟大师看看你的厉害，展现你的练给他看吧。我的练，哪个练？你要练武的练吗？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很之前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没有。可是已经看到心脏了，不是那不心脏？对啊，飞出出来的外置官。刚刚我走的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反正你那个刺客大师一定是不知道走去哪，没关系，也不重要，你赶快去打。我刚刚走的是下面。那为什么他传送回来不是你下面，而是前面？还在召唤伙伴呢，还有三方的朋友呀，好吧。啊，快坏掉了！鸵鸟子杀个逼呀！什么太狗屁呀！还要飞呀、啊？你知道他就是少了逼呀，所以才不能在天上飞。啊，来了来了，都来了，快杀他！这么跑，我又不知道哪里可以跑啊。要说猎人对你们来说也是上，也是上的。
隔四代的东西，上隔四代，上隔四代。哎呦，好危险啊！这还没死，啊、没东西的，还没。被什么东西到了？怎么还没有把你的头盔拿掉？等一下，这个门没有开啊！你要死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你要发挥你的十四公里，不急了。哦，太多了吧！这怎么那么强啊？救命救命！躲起来！你攻击力好低哦。好强！我看看兵能不能好了。要弹药，什么都没有弹药，为什么？不是资源最多的。到底谁在揍我？哎、欸，这是比多鸟跟大只还是什么？哦，有痛有痛！哦，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躲起来！哪里呀、啊？这里低了我大一步，可连地方都没有躲，爬上那个圆圆的那个，让他们打不到你。没有弹药。你刚刚是不是人生、哦、就是什么都没有带起，然后就来就来吃人的那个啊？是这样，都在你的尖叫声好听的时候没有动，都是都没有说什么。那你这都没有准备好就踏入人家敌营的意思吗？你是怎么都没带的意思？我准备不好。那怎么办？ Machines collect blaze from the wilds, and it all flows here. 不要掉下去吧，我觉得。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偷偷攻击，站在他们打不到我的地方打他们。那你就站在这里打就好了，你把所有怪引过来不要。我刚刚就不想掉下去了呗。可是你应该没有办法在这里打所有的怪吧？我觉得他们会上来。我觉得应该不会。嗯，他不来。你打他没有那么痛耶，因为我没有打中他的眼睛。要跑，就不然他到时候爬上来从你后面来，不至于吧？应该说他们这样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先减少数量了，咋啦？你看嘛，不要死掉。好多那个哦，听到那叫什么？太多只了，你看这些所有的问号。还是你去打他们中控？怎么看到我来了？后面后面后面！没有没有，下面。反正你站在这里什么都打不到啊，姐姐。我想。那有手榴弹的东西啊！我怎么听到我自己？谁是在后面？觉得他们会上来，有人哎，有人从远处发炮哎，你又真的是很安全。哪一只啊？是什么的？手是手吧，红点手是手。好远哦。他应该是一般的手指头才能一发打死。哎，没有动！快看，他站着不动，还没有动。他刚刚那几只大只的嘞？那下面。我们来找你吧。哎，打不赢的时候就是要用阴险的招式。刚刚什么者太强了，我还记不起来他的名字。星野者吗？好像吧。长得有点像火狐的者。耶！我现在还有比较大只的没有出来，还有好几只耶，四只耶。我觉
那你下去，你下去没有不知不觉进去？没有下一样。然后这个盾还打不了人。他们开始动了，动了。拉过来，拉过来。对，他会远距。等他，扎你，扎你屁股，过来。他在那里干嘛？刚才旁边有一个头都已经露出来，不打了，他已经去射人家屁股。干嘛？对啊。他跑二楼了耶。哦，好痛哦。哦，前面就发火啊！你快死了，你快死了，快记掉！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是很危险的耶。你快死了，我换啦！他们是跑走了吗？好像是跑走了吧？那你当我血扎虫子？没有，他扣了血就扣了。是啊，他们好像回到原本的地方。嗯，那应该是原本就在那里。你确定他们血没有重复？没有啊。射吧啦！冰你，不怕冰哦。就算不怕冰，只要冰起来就可以打特别快。啊！哦，天啊！还有三只，你这样要打到很久。我想办法让他们过来。快要一个小时了，你在那边还没打完呢。正常吧。毕竟是练助场啊，人家进度太慢了吧？会吗？实际上看你玩，人家进度好慢了。我觉得我得下去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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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，太好了。他躲开嘞，他干嘛？还有痛？有算有算，完了，射到了，全力的攻击！快射快射！哦，有哎，好痛哦！给他跑来，可恶！对啊，眼睛啊，动了动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觉得不可以。就你还没有死，结果你没有射他。天哪，不要走！让他跑走。好，死了死了！哎，别跑啊！别跑！哎呀，这两只都不乖，你下去跟他们毕业啦！下去踢不赢啊，不然我干嘛不下去啊？那你要等他们什么时候来啊？我觉得我现在想要找一个角度可以射得中的，看他们会不会被吸引过来。我这个剑其实对我来说，因为我电线有点少啊，上次就打到没剑。哎，我看你数字蛮多的。他做一下号五条线啊，那那你电线要怎么找？你们都所有的机器好像都有几率会这样。浪费了，他没有动。打他！英雄哦，他差一点就要发射了。好，你可以下去打他了啦，剩一只了，没差吧？我怕啊。下去啦。好好好，勇敢！好好好，我勇敢，我勇敢。输了就怪你。哎、欸，我只是给你参考，输了是你技术不好，不是我的错。哎、欸，这个变呢、欸，那个还有哦，有点东西啊。那个质变好像，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它什么很有用。好像可以换什么东西吧？最起码我要先攻。啊！
哪里的时候？对呀、啊，你成功失败，成功失败。那你，啊，我有掩体啊！哦，你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快快，无尽啊，对不对？无声啊！没有，先把它冰起来。冰起来啊！等一下，我伤害才会痛啊！我有没有冰到啊？不是我哎。你与其冰他不，刚刚你跑过去冲就打多打两下。哦，跑过去呀！等一下，你现在还都冲过来，你还想点？哎呀，怎么没有冰到啊？哎呀，危险哦！他进攻好可怕哦！我觉得你肯定要输了，要重打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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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快跑快跑！我的冰都浪费掉了，还没有中，讨厌！这个冰很难中，打了他去，跑了跑了！啊！没有中，没中，你不要丢冰了，丢火扇的了。这还没有，不怕。他打，他是怕没有中，可是我要冰才打得中啊！哎呀，我觉得你都不知道，你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那还是你先逃跑。他五哎，好少哦，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攻击力太差了，所以我才想要。那你直接近砍你啊！快跑快跑快跑！近砍不会痛啊。那那快快跑，我先跑，先拉长距离。他会追啥？拉长，这样就要警戒啊！他剩一点点了，剩一点点就应该会好一点，因为他动作有点慢。受火伤耶，还没还没，要烧成一个圈的时候才有。对啊，那不算，不算，现在才有。哦，快快快，有马胸剑，不是近身吗？啊，是是是，近身太危险了啦。那你现在是要去哪里？看木啊，那个最中间的那个，中间那边有一个快腐败的洞洞的星星。我还有看，如果跟上次同一个模式的话，还有一个王要打。嗯，那好紧张哦，好恶心哦。他刚刚就有讲啊，他们会收集什么火焰燃料回来。你们都没有在看哦。我光看你动来动去都已经快不行了。药草啊！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药草？有辣啊！先从这边过去。究竟魔王会是怎么样的嘞？就是有一只那个火焰风被收在正中心，解开之后它就开始攻击我。那一次好像没有，好吧，用了就知道了。看没有什么地方改变，然后有一只冒出来，对不对？左边。你为什么要一直看右边？那不是吗？那有怪兽吗？哦，那是手啊！我想要怪兽，吓我一跳！我还没到哎、欸，我到心脏还没到、欸，还要穿过火焰燃料处理器。我以为你已经到了没？我也以为啊，只要我只是先解开一扇门而已。的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
拜拜。